最近想组一个磁带机作为备份用，但是我的主板上已经没有多余的 PCIe 卡了，所以就想了想，看到主板上残存的 PCI 卡槽，我想 干脆就买 PCI 接口的 SAS 卡好了，用它来连接磁带机，然后淘了一下。买到了 PCI X 接口的 LSI 的 SAS 卡，理论上 PCI X 应该是向下兼容 PCI 的接口的，但是我尝试了很久，始终没法把它插到卡槽上。认真观察了一下，发现卡槽的形状都不一样。调查了一番之后，才发现虽然 PCI X 可以和 PCI 兼容，但是存在着两种不同电压的 PCI 和 PCIX，5伏和3.3伏是不能兼容的。尝试了很久也没有办法，拆了挡板，然后前插后插，始终插不进去。华擎的主板呢，也没有注明这个 PCI 接口的参数。最后捣鼓了半天没有成功，生气之下，我直接把 PCIX 这张卡翻转过来插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居然严丝合缝的插进去了。然后开机黑屏，吓死我了，还好没烧掉主板。